哦，录影。你不要这样，出国了，出国了。好好好。哦，踩掉了。我手机也没关。去你面顶，上去就可以走了。这跟躲避球规则很像，脚不能超越，脚不能跨线。那时候我们跟二班比啊，然后二班外脚。戴口罩的是谁？我是范仁妮。来，当然。来，弟弟。拍照。我的摄影。好呀。啊，你把它传过去。有那个底下那个。耶。什么？用这小台就好啊，用那遐大台，这比比啊就做好用啊。干嘛？我要照一些怪物啊。我需要他在摆。卡爸啊，没事。啊，我照跟他照相，他还跟我照相啊，那人家不爽啊。我照他照，我要给我收证啊。刚刚他照的小鸟、欸。我啊，你有到时候你把人那个脱下来吓他一下，让他给我对照。来 kiss 一下。把那个东西拿下来吓他。再比。帅哦，你那么高。鸡哥，我还要用我的镜头啊。啊？好啦。看鸡哥什么？你要留意啊，我大威，大威。金色的。哎哎哎，要叫北部的叫鸡哥。你要因为大威镜头你吗？你今天要去五木啊？你打算用什么姿势？啊，自由式。694还是694还是多少？Don't get that.